好，那你们看一下右手边，就刚刚小琪跟你们介绍的哈，吊货柜的，这个你们在台中港应该也有看到吧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去过台中港？对。台中港可能比较近，高雄港可能比较远啊。哈，很多，它就是在岸边跟船只作业吊那个货柜的那个杠那个架子。嘿，没钱啊，我欠几个阵子的呀。爱伊去甲阮总会讲诶，阮每一个人诶介绍无同。嘿啊。哦，那是伊诶。那旗津呢？我们等一下去海边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旗津的树木大部分都是木麻黄为主，就是海边的植物，哦，都是海边的植物为主。哦，安尼啊，我叫伊去甲迄阮总来阮总会遮。因为阮迄阿泽毋是咧开车，阿泽是阮工地主任嘛。嘿啊，啊，即摆是就是无处理，所以才叫他去开的啊。嘿啊嘿啊。嘿啊。好啊，叫伊来找我好啊。好，啊，恁伊个那个什么，伊个大昌甲我讲一个，有一个公安伫倒位，是呾是迄姓刘的吗？